我不费一命就把他打死了。哇！我怎么这样还被他打到？啊！我的喵啥小啦？悟空，干电脑整个烧起来，有猴子装可以换吗？金箍棒先拿起来甩。前面那个是谁？阎罗王哦。咻！一支穿一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干你有我没有啊？操！人我保住了，金我取到了，金。嗯，姻缘妙道，险胜！啊！咚！等一下不会蓝屏，电脑坏掉。中国可以做悟空，那我们可以做什么？郑成功哦，哈哈，祖妈子也是对面飘过来的。赛德克巴莱，线上娱乐城。光追打开啊，开了直接炸了，真的假的？我开看看，我敢直接炸啦，3080呢？炸了我直接再去买一张4090，需要重新启动游戏，要重新启动啊！您的显卡不支援，花60000不能可杯盘子一个，这到底在叫什么啦？超级掰的，不爽你现在抖个50000来，我现在直接出门组一台电脑啦，叫叫叫！你买给我的吗？干你什么事？喂，我不是，我是空白键呢。啊！怎么了？忍术定身术。不学的法术也能玩吗？喂，我在喝水啊。干，为什么不闪啊，悟空？不知道为什么都闪不掉啊，按空白键都不跳是怎样啊？没体力怎么闪啊？还有体力哦，妈的，一只猴子还需要体力条，废物没两样。猴子哪有可能要体力啊？你有看到外面飙车主需要体力的吗？啊，干你娘嘞！又中到一个大刀的啦！超级掰的，为什么不闪啊？干气啊，马乔！喂！哎呦喂哦！没多强，要不是猴子需要体力，早就把你虐翻了。游记，找到一个游记了，谁有缺游记来我这里拿，我这里有多一个游记。咻！大头佛，长得超丑的啦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喂，干嘛、啊？干嘛、啊？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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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我不费一命就把他打死了，你猜？我干你娘的！哇，好痛哦！哈没哈没哈，真正的悟空。我不费一命就把他打死了。
么这么痛啊？哎，这都打得到？哇，这次不算，这次不算，这次不算，那开挂。喂，不是啊，他为什么可以一直扁我啦？到底是三小啦？咦！哇！我不费一命就把他打死了。行不行？连叶大同打不过，看叶大同怎么那么强啊？感觉我失去呢、欸。我怎么这样还被他打到？啊！啊！不是啊，我已经空白剑了、欸，为什么他不死？闪啊，我的气是满的吧？啊！怎么那么快？完蛋了啦！不要了！啊！我要绕过去啊，不打了，废物！干打他没好处，操！哎呦，废！废猴子，连这个叶大同都打不赢，跟人家出来混。喂，不会吧？把灯给捆了，又 carry 了一把，啊！
教你们怎么速解。